高雄商圈夜市券反应很热烈哦，几乎每一场都满满满。星期六在博尔特区，还有民众提前用物品来卡位，搬出了石头、矿泉水、泡面来排队。而在梓官、柯子寮排队领取的民众呢，也是绵延了好几公里。不少人领到之后，直接在旁边消费，也让摊商们业绩成长好几倍。高雄梓官鹅阿寮从一早开始热闹滚滚，摊商各个大声吆喝揽客，客人接连上门选购。各种买买买，有些人买单时还掏出刚领到的热腾腾商圈夜市券。现在领到又马上要消费，就当然啦、啊，高雄要让它振兴起来啊！从上次到现在已经少有七八千了吧？只要用少少的钱就能带回一包又一包的鱼货，不过想领取商圈夜市券得花上许多时间。耐心排排排，一个排了。队伍绵延好几公里，一个排过一个，完全看不到尽头在哪里。他是带小孩一个小时啊，如果没有带小孩，大概要两个小时。排了好几个小时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领到了。除了这里之外，市区的博尔人潮一样很多，更出现各种千奇百怪物品在队伍里。好，水壶都不稀奇，真的水壶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手套第一次我看到的，所以我们这一场是觉得很有趣的。石头矿泉水不意外，还有六碗泡面，这些都是民众想的卡位配包。这个买了方便就赶快啊，因为太多人来排队。商圈夜市券有多夯，从排队的盛况就能知晓。第二波商圈夜市券五号就是领取最后一天，还没领的民众得赶紧把握最后机会。华视新闻林婉许富杰许文南高雄报道。